因为漫画展盛大开幕，满山满谷的动漫迷将自己打扮成最爱的动画人物，争奇斗艳。预计为期四天的展览将会吸引超过200,000人来参加。今晚最后一起带你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徐国豪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再会。